的蜜饯干嘞。我想吃这个，给我买。老板，哎，我想要一个。啊，你要什么颜色啊，姑娘？白色。好嘞。多少钱，老板？2文钱，公子。给。哎，谢谢公子。来啊，走。嗯，棉花糖啦，棉花糖。哎，你看看一个啊。红色的，好嘞。大白，你帮我拿一下吧。哦。棉花糖啊，棉花糖哦，要棉花糖吗？哟，小姑娘，看你眉眼含春，印堂泛红，毕竟是红鸾星动，你要走桃花运了。我这本《完美女友手册》乃是本镇情感大师呕心沥血所著。所谓一书在手，幸福你有啊。嗯，这本我不太需要啊，我就是来看看其他画本的啊。啊，行行行，那你随便看。嗯，大白，我刚刚看到那边有个卖榴莲干的，要不你去帮我买一袋，2袋。嗯，那你慢慢看。嗯。小姑娘，还要吗？哎，那行，那你随便看。蜜饯，又香又甜的蜜饯干。老板，来2份榴莲干。好嘞。多少钱？4文钱。嗯，你慢走啊。好。蜜饯，又香又甜的蜜饯干嘞。不好意思。原来是崔公子啊。嗯，什么味道？我最讨厌榴莲干了，你快拿开。我最讨厌榴莲干了，你快拿开。崔公子，蜜饯，又香又甜的蜜饯干嘞。不好意思啊，刚才多有冒犯。无妨，崔公子，如果你喜欢吃榴莲的话，莲蓉知道城西有一家卖榴莲糕点的，我可以带你去啊。实在抱歉，在家还有事，告辞了。坦坦，阿秋，你也来逛街啊？哦，你不怪我了？怎么会呢？这我刚刚看见你和崔神在前面，怎么一转眼就跑来这儿了？没有啊，我一直都在这儿，你看错了吧？不可能，这大白天不可能看错，太奇怪了。慢走啊！哎，大白，大白，您瞧瞧，大白。糖了，刚刚阿秋说看见你跟我在那边啊。秋兄估计是看错了，我们都在云来镇里，抬头不见低头见，不必对我们如此思念。我们还有事，先行一步，来。啊、